这边呢，往那边去，这边就是往三星去的主要的灌溉渠道。那只要这边闸门打开，那边闸门关起来就可以了。哦，这边闸门这边关起来，那边打开，这样的话呢，就水就往三星乡这边滴滴滴来水。好，你大概跟他们讲一下地理位置，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这样。哦，教授换我这边好了，开始。好，这个地方哦叫天颂碑哈，哦，这天颂碑呢是这个水门算是灌溉渠道的最上游的第一个水门。那么刚才你们看到那个换桌，那个他们今天把那一边的那个闸门打开了，那换桌可以一直再冲下去2公里。哦，这边那是橡皮艇的啦。那再上去还有一个那个就是独木舟那种赛道，那边有产生一个奥运选手那边。哦，那这一条溪呢是发电厂的尾水，哦，发电厂在上面山头而已哦。等一下我们就过去，离这里大概那，水下来以后呢，因为这边的水很大，落差也够，所以这边还可以再弄一个小水库，但台电还没有弄，这边是开放给民间弄。哦，那学校老师有人在研究啊，那能用什么机器来放？那，啊，因为水很大嘛，让它螺旋桨转这样。哦，这个是这个叫做流水式的小水利的厂址嘛，那个。它跟那个水库的发电有什么不同？哎，它这边是靠水流的风力，哦，旋转那个螺旋桨。那水库的呢，它是靠压力，然后把那个水库把水抬高，然后往下压。这以后在课堂上，水利发电那时候会讲哦。那主要还是这个闸门的控制，因为闸门你控制好，它灌溉也要用，它一直有发电，因为发电完的水是干净，水力发电是没有耗损，它只是把能量用掉，它的水还是往农田里面去的，所以这个是因为农业重镇嘛，三星乡是依然农业重镇，所以就利用这一个水，所以这边有两个用途，一个是可以再做一个发电，另外一个是他们作为训练那个橡皮艇跟那个独木舟的选手用的赛道，对。就刚才你们看到他们那惨叫，那个就冲下去那个。这边这上面哈，哦，有一个地方是登陆点，然后那边刚才你们半路有看到一个安龙溪换舟那大招牌有没有？像飞鹅家园，特别是现在黑人总统呢，因为有拜登美国总统的支持，让台湾呢成为一个比较能够自主的一个国家嘛。所以我们希望说呢，在台湾可以自主发电，特别是我们的能源有大概98%都是从外面进来的，那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部分是用我们自己的能源，譬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太阳能也是一种再生能源嘛，因为再生能源可以做太阳能板，再来就是风力也是一种再生能源，还有我们是海洋也可以做再生能源，可是台湾的宜兰因为它一年有365天有200天在下雨，所以它源源不绝的水源，我们希望在张教授的辅导之下，能够让一滴水可以用4到5次的用。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这一条人工所产生的一个溪流，它叫安龙溪，以前呢叫做点灰黑，就是因为它是发电的，所以有很多点灰条啊。那在发电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两个电厂，一个是在比较上游，在南洋西端的一个叫做圆山发电厂，第二个就是待会大家要去的地方叫做天平发电厂，这样一滴水就2次用了，对不对？第3次用了就是等一下待会会去看的微水利的测试平台，就是我们民间业者或社区或者是一些募资的这些伙伴，他们要来这里设电厂，但是它有一个运转嘛，所以要知道这个水流的一个效率，所以它是用了3次让大家来测试，公开的开放民间测试。那第4次用的就是刚刚你看到了，有人在戏水，好，哦，在戏水可以做休闲。还有第5次呢，就是你们看到后面有很多的葱啊、蒜啊，还有宜兰最早的这个行健有机村啊，一个村落能够变有机，也是这一条河水所灌溉。所以台湾的水要变成再生能源，其实是非常容易达到的。那我们希望透过呢这次大家来交流，同时也透过你们的创意，让我们明白说年轻人接下来这些能源都会被年轻人所用，不管你在哪一个产业，在哪一个单位，你都要想到不仅是节能，还要开源，就是开发能源，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老师这里，老师这里呢，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这里会成为现在目前台湾有8个社区在进行所谓的再生能源社区型的公民电厂，宜兰就申请到2家。那张教授所辅导的就有3家，8个他就有3家，是不是？张教授掌声鼓励一下。我这里，对，同学，你们专家比较多，因为这个10年后啊，我们还是一样在用这个燃煤的电啊，还是在用核能的电，但是换作是你们就用非常大量的再生能源，所以你们就是将来再生能源的核心业者，可能是操盘手，可能是核能的这些伙伴，所以呢，今天在你们这种现地感，将来你们再回来的时候，它就成为另外一个发电厂，而且是公民发电厂。一二三，天颂题再生能源，赞，好。大学啊，蛮细的，服务风格哦，跟我儿子一样哎。原山机组，那从这一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水就是我们南洋溪的水顺流下来。那这边有两个很长很长的压力钢管，就是我们的原山机组。那这边下游有4个压力钢管，就是我们原山机组。我们取自南洋溪水来做发电。那水引到我们机组的时候，其实要透过一些隧道齁。那其实我们隧道有3段齁，那等一下影片会带领大家看一下隧道的状况齁。介绍南洋发电厂之前，我们一定要介绍我们南洋发电厂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母亲之河齁，就是我们南洋溪。南洋溪又称宜兰的浊水溪，它短浅齁，湍急，水量啊，其实非常的丰沛。其实我们水力发电，有3种方式，一种是川流式、调整式，再来就是水库式齁。那川流式就是我们现在南洋发电厂，我们就是所谓川流式齁，就是水从上游一直放流下来，我们没有去做任何的阻挡齁。那我们有水就可以做发电。那另外还有调整式跟我们的水库型，通常比较多都是看到水库型的齁。那看一下我们的发电方式哦，你可以以这个是那个图片来看，水就从我们的压力钢管倾泻而下，来到我们的水轮机做转动。那水啊，我们就是没有去做拦截的动作，那从我们的尾水放流出去。那另外发电机因为有被带动了，它产生电力，电力就送出去了。好，来到开关厂之后，我们升压之后，从我们的线路送出去我们的变电所。那这就是简单的一个示意图齁。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它是怎么样做操作的齁。我们有做一个影片。海兰稀释式水轮机运转原理。水力发电厂上方设有蓄水前池。当前池水门开启，水经由压力钢管顺流而下。水流抵达厂房内的主阀，等待机组的运转。运转前先将主阀打开，水流即进入锅壳内。当一切准备就绪，此时开启导引，水流便推动水轮机转动。
并带动发电机旋转产生电力，水再由微水管排出。厂内设有顺序控制系统、调数据系统，当发电机电压、向角及频率等各项参数均符合要求，顺序控制系统已投入电流断路器开关，经由汇流排主变压器与开关厂线路，将发电机并入台电系统内。来自高处的水源流经机组发电后，排放至尾水亭供灌溉或者下游电厂继续使用，如此周而复始，运转生生不息。那到了我们的进水口，我们的前池，再来到我们的机组，那发完电之后，再顺流到我们的天平进水口，再到我们的天平机组。那它的高低落差从241一直到122，所以我们的总落差是 119m， 这是我们的高低落差的部分。倾泻而下，来到我们的机组发电，再放流出去，来到我们的尾水。同学们看到这段小火车，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林务局啊，就跟他那个日本电器社协商你帮我盖，我它就像个地下室这样走进去那水轮机在最下面，发电机在上面所以水从高处往下冲，先冲到我们最下侧的水轮机，再带动我们上侧的，就是上方的发电机。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们的天平机组的全景依然爱下雨水量是非常的稳定，非常适合来做这一个漂浮型的发电设备。只是这么说好了，第一步嘛，总是不会那么的完美，所以我们当时设立的第一步的时候，它的跟我们想象设定的其实有落差。我们一开始设定的希望它可以让一个办公室提供一个办公室的用电量，可是实际上我们做了之后只有让大同电锅的只提供一个大同电锅的用电量落差有一点大所以那我们在想，那接下来我们要让这个效益更好，我们该怎么样做改善因为开始每个地区都有在做一个微水的推动，那我们就想了一个概念，就是测试平台就是同学现在手上的这一张测试平台的由来其实就跟我们漂浮型发电设备有关系怎么说？漂浮型发电设备我们自己做了，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目标，还达到我们想要的发电量。那我们为了避免其他的可能一些公司行号或者是有想要推动漂浮那个发想要推动微型发电的一些单位，他们想要架设。那怎么样去克服？那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测试的平台。当有厂商，他有这些机组，他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测试平台，把他们的发电机摆在我们的测试平台做一个测试。当测试之后，就会有个数据，数据就可以证明说，我们的发电机有可以提供多少的电量。好，那接下来需要他发电机的人拿到了这个报告，就会知道说确实有达到这个效益。所以我们把一个我们原本第一步发电机只能提供一个大同电锅使用，然后我们让它在效益变得更大，把它变成一个测试平台。相信未来有更多机组透过这一个测试平台会有更好更好的成绩。发电的测试平台我们在建制过程那我们这个测试平台未来就是要让不同类型的发电机来这边做测试，所以可能架设在这边发电机有大有小，所以我们这边两个钢构是可移动式的非常特别那我们是利用隧道检查日，我们一年会有一次隧道检查日，还大概会3天到4天之内完成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发电，然后其他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有水就是会发电。在隧道检查日的时候，我们会请附近的村民还有农田水利会来我们这个办公室，大家会协商
我会敲出一个时间，通常都是在六月底做。两侧啊，其实很多开垦哦，就平常都是种西瓜啦，会比较多。哦，你看它的水量，有没有一坑一坑的？哦，其实这个就是西瓜田啊，它为了要灌溉哦，它蓄水，所以会一个洞一个洞，它里面都是水哦。好，接下来看到这一侧，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就是我们一号，我们的一号的导流体哦，它有200公尺哦，水流就是这样子顺着来到我们的山边。那这一个有看到我那个箭头的这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进水口。哦，我们的圆山哦，我们的圆山进水口是英式山庄。对对对，这我们农夫都很怕火，等会等会火，其实不是很好，就把它重新叫一个安农溪哦，安定农民的心哦，它的由来哦，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安农溪其实带动了我们宜兰县很重要的经济繁荣哦啊，除了农作物的部分。5650公顷的农田用地哦，那再来就是我们泛舟哦，其实这也是仰赖这一条哦。你看我们宜兰平原真的很漂亮。嗯，这个画面非常珍贵哦。吴小姐第一次看吗？对，然后第一次看，我就说我没有骗你们。然后我们来。其实我们厂区真的有点小，你从这边看过去已经到底了，就那么小哦。好，我们出口就是这样子。一般水利电厂啊，规模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大哈、哦。那大家这一侧就是我们的开关厂哦。我们天皮啊，虽然有四部机组，可是其实是共用一部升压器哦。进入的时候，我们就透过这个陶土机，它看得到它是日据时代那边。日据时代留下了这个，所以水量比较少。有没有看到？其实沙子很多，对不对？沙子很多。哦，平常啊，平常其实水是比较脏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机组是停摆的，所以水也比较少。哦，水为什么会脏？因为我们上游啊，南山四季他们在开垦，开垦的时候他们种西瓜的时候，他们就要翻土。你可以看到哪一个是没有水在动的，其实它就是在退休，里面在退休，因为机器没有把水排出来啊。怕小孩子掉下去。哦，这边换舟下去很。哦，是这样。好，给你转。如果你们真的有其他车过来，不要从我们那一侧进来。哦，因为那一侧有三只狗，很凶，它会追着你。它是这边的大魔王，所以你们就从这边进来就好了。发电达人叫尤世汉先生，他跟我们这边三星国中的校长是好朋友。他们当时知道我们想要推广这个，想要设计这个，好，他们自己主动来拜访。嗨，但当时啊，经济部希望我们台电能做，他给的预算好多哦。可是我们不想花那么多，因为就是他的进阶版。好，他的进阶版就是我刚刚。功能不一样，功能是让其外面的人来做测试。对，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发现，哎，效益好像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好。那沿途放，那不是变成一个电锅、两个电锅、三个电锅、四个电锅？哎，这样，对啊，这样子好像效益不好，200万。对，一个电锅这样子没有达到那个效益，那我们怎么让效益再更好一点呢？就是这个测试平台。哦，我们让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可以确实
做一个测验，哈，测验之后如果有不到预期标准的，他们可以做一些调整，哈，改善一下他们的设计，是不是哪里有缺点，那再重新摆上去。比较遇到的困难就是，当这个测试出来，我们的报告要由谁当主要报告的就是这一次评审。现在目前啊，厂商就是透过，因为里面的资讯啊，你刚刚拿到的那个 DM 里面，哈，里面有我们厂区的电话。现在厂商他们是先打厂区的电话，还透过我们厂长，下个礼拜就有一组。对啊，我们山高水短嘛，所以很容易呢造成我们的水土保持没有办法做好。那土木最吃香，因为它是在看不到人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却能够为台湾的基础做非常好的一个把关。那军人现在要打仗吗？不需要。那个有美国保护吗？不是，重点是现在是科技打仗。在日治时代1922年，它就已经完工了一个到现在还在使用的这些进水口啊、隧道，这些都是谁做的？土木工程系的人员做的。所以呢，你们这个学习的是百年大业，你们所做的这个事业或者是留下来的建设，我们不在了，它还在哦，所以要对自己呢非常的有信心。那刚刚杨姐姐特别提到，我为什么带这么多，包括中华电信的供应商也来看，也就是台湾走向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17项的 SDGs 的一个永续发展目标。那他们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节能跟减碳，还有他们的绿电。现在刚刚所说的这些，就是碳权可以作为交换。我是一个台积电，我用了非常多的水力，非常多的能源在生产晶片，可是呢我用了这么多电之后，我可不可以回馈给所谓的这些土地，还有回馈给我们的自然还有空气，不要有这么多的排碳。所以他去买碳权。那碳权怎么来？就是很多的再生能源业者，他发的太阳能的电啊，风力的电啊，他因此产生了很多节能减碳，因为再生能源所换来的这个碳综合的一个机制，现在很多业者投入，所以台电也走在台湾最前面哦。希望很多的业者能够透过，你看一个电锅一个电锅的设置呢，就有很多的电锅，但是它不止电锅了哈、哦。现在不止电锅了哦。好，再次给我们台电的这个杨姐姐，还有刚刚我们这个游客长帮大家买便当，但是他是客长哦。非常谢谢我们台湾电力公司南洋发电厂，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来。